幾日咧，學校嘅校園開始熱鬧起嚟啦，因為咧好多學生開始翻嚟。前幾日咧，好多新生，特別係一年班啱啱即係進入大學校園嘅新生咧，就翻嚟學校。因為咧，我哋中文大學有即係唔同嘅書院啦，今日大家喺崇基學院當中，學生咧佢要去選擇自己嘅唔同嘅呢個嘅書院，所以咧佢翻嚟就認識。前幾天咧，我都有機會同啲同學去分享有唔同嘅選擇。好多同學翻嚟，好多同學去問嘅應該點樣去揀啦。考量啲乜嘢嘅內容啦、原因啦，佢哋中意啲乜嘢啦，佢哋好想避開啲乜嘢，所以佢哋唔選擇啦。見到佢哋好多嘅擔心，好多嘅懼怕，甚至最有趣嘅咧就係有同學同我講，佢未揀已經覺得自己會後悔噶啦，所以就未揀先後悔，問下後悔點算咧咁樣，可唔可以退選或者可唔可以再換咧咁樣？人都好得意嘅，當面對選擇嘅時候，人有好多唔同嘅態度、情緒、感受。面對信仰一樣，面對信仰，面對上帝嘅話語，面對我哋所學習嘅成長，俾我哋嘅提醒同激勵，我哋係咪都係咁樣去選擇嘅咧？我哋嘅心態係點嘅咧？今天你選擇坐咗喺度崇拜，或者喺網上邊去直播或者重播睇緊我哋嘅崇拜，呢個選擇又代表住咩嘅原因嘅咧？頭先你聽到今日方書嘅經課，相信咧你可能同我一樣，第一次聽呢段經文嘅時候，就有一句説話特別令我好深的體會，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五十一節，耶穌親口講，他說：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平安嗎？我告訴你，不是，是要叫人紛爭。基督教的信仰，耶穌基督的教導，不是要為地上帶來和平的嗎？我們經常說上帝是和平的子，是不是耶穌基督是和平之子，帶來和平，我們都是和平的使者，所以基督教就带来世界的和平。耶稣在这里亲口说不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怎样理解这个耶稣的描述呢？这个描述可能跟一般人心里面想信仰都挺不同的。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想这个描述，或者你怎样去理解这件事。我从小的时候已经经常听人说，宗教都是道人向善的，是不是？你都听过这句说话。好細個嘅時候，未翻教會，未信耶穌，咪聽到宗教都係導人向善咧，即係一般人覺得咧宗教係好嘅。咁啊大啲慢慢覺噶啦，好多時候咧啲家長會就係同我講，牧師可唔可以帶個小朋友嚟主日學啊？我個仔咧佢好曳啊，帶嚟教會學教乖佢啦咁樣。我哋成日覺得咧，即係宗教導人向善就係咁樣咯，係咪？佢只要翻咗教會啦，佢帶啲佢信咗某個宗教咯，佢就會好咗，佢就會乖咗噶啦，佢就會咧可以能夠咧即係有啲善嘅行為或者善嘅狀態嚇。不过当我大个一路谂呢句说话嘅时候，我觉得呢句说话有背后唔同嘅谂法或者思考嘅原因。当我开始喺教会里面服侍，我作为牧者嘅时候，有啲弟兄姊妹，我邀请佢：你翻嚟教会啦，信耶稣啦。跟住佢嘅答案就系、是：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嘅啫。你估佢谂紧啲咩啦？可能佢谂紧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因为我都几善啦，我咪做善事咪得咯，唔使翻嚟教会啦。又或者掉翻转再谂，唔紧要啦，咁即系话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即系乜嘢都得啦，我信咩都得啦，系咪？我信唔同嘅宗教又得，我信自己都得，总之就向善先系最重要噶嘛，咁样。甚至咧，当人去谂紧宗教导人向善呢个描述，除咗系话宗教俾到我力量去行善，而系谂紧宗教或者信仰能够让我哋喺善嘅生活、美善嘅日子当中。所以當他發現宗教是導人向善的，不過我覺得我回到教會之後，個人沒怎樣善到，甚至我發覺這個世界越來越惡，我都不見到美善出現，那算了，我都是放棄，我都是不選擇，我都是離開信仰。這樣這個宗教導人向善這個的描述，講緊我們能夠有努力行善，有美善的生活等等，這些描述是不是真的就是聖經裡面講我們所追求的核心，或者是不是真的信仰里面提出的事情呢？在这个信仰上面有这个律 是上帝所定的。这些什么律呢？就是有些事情或者任何事情都要有它的代价。简单地说，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行善的就会有奖赏，行恶的就会受刑罚。很清楚的，如果你记得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里面说，上帝是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是上帝那把尺，又或者咁講，上帝擺喺地上面有一個律，就係有啲嘢係要代價嘅。惡事係會帶嚟惡後果，善事就會帶嚟善後果。有罪嘅唔會突然間變咗冇罪，做得唔好嘅唔會突然間變咗好咗。呢個喺上帝眼中係呢個律，呢個律可以係一啲嘅規範，
可以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这个律从来也都可以是理解为上帝对每一个愿意回应他的人的期望。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对我们信仰里面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期望着什么呢？或者你回来教会，你期望上帝在你身上有什么作为呢？有时呢，我们真的很有限，其实我们真的很有限。作为有限的人，用自身的有限的角度去理解上帝，都是很正常的，是不是？我们理解上帝，当然是用我的方法，我的向度，我觉得是这样咯。但是弟兄姊妹，请谨记，这个不是唯一去认识我们的上帝的方法。因为我们的上帝呢，不是只是很被动地在一角躲起我们要努力去找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主动启示自己的上帝。基督教信仰里面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不需要乱估，不需要猜测，因为上帝是主动启示，从他的创造，从他的话语，从我们有宝贵的圣经，他能够很清晰去启示他自己。所以除了用我们自身的经历、体会、感受、有限的角度去理解信仰之外，请你都努力，和我们一起努力，去到上帝的话语当中，看看这个启示的上帝，他怎样启示他自己。在今天这段经课，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耶稣用一个比喻去讲，去引申整件事，以至后面为什么会突然间去提到耶稣来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纷争。你可以打开程序，里面有提到，也都是在圣经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耶稣这样跟门徒讲，三十五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要带着，自己好似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他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警醒，那个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侍候他们。或者是二更天来，或者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这个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定警醒，不容许贼挖透房屋。这个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都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耶稣在这里用一个的描述，一个比喻，他讲紧有一些是等待主人的仆人，那些的看门者，他的位置角色就是在等待主人。那个主人就去婚宴，接着就去回来。这个看门者，这个仆人有什么责任的呢？有什么的主人对这个看门者有什么期望的呢？这样很简单，这个描述讲就是什么？就是他在那里预备，等待，提醒他要警醒。这个预备、等待、警醒背后是这个主人很想藉着他的警醒，这个仆人的听话，这个仆人想做到要做的就是服侍主人这个的角色。以致圣经里面描述就是耶稣的例子比喻，就是说这个仆人是有福的。所以呢，当这个仆人只要他尽他的责任，就能够得到福。这个责任就是警醒。其实你觉得难不难的呢？我经常看这段经文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人要，可能这个仆人经常都去饮宴，我不知道圣经里面的故事很有趣，可能都是当时的文化，饮到不知道几时回来，饮到醉晒咁回来，而仆人就是随时预备开门去等主人回来的时候服侍他。这个警醒其实可能是很难的，这个警醒可能是因为我们想象不到。什么叫想象不到呢？主人可能两更、三更、四更，可能整晚都不来，我们不知道。有时我们要等很久，有时我们要等几多好像没反应。人很多时候很多事我们想象或者估计不到的事情的时刻，这些我们一般叫意外，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意外的？没人很喜欢意外的，是不是？即係發生意外就哇好驚啊，好慘啊！意外即係咩？意料之外啊嘛，梗係唔想，我哋好唔想，好唔中意，好唔容易去接受。無論係我哋自己個人面對嘅意外，又或者呢個世界、呢個社會，我哋身處嘅環境，我哋覺得嗰啲叫意外，係咪？可能意外我哋就戴咗口罩三年啦，可能係意外我哋就困咗喺屋企冇得出街食飯啦。可能意外这两三年大家就没得去旅行了，可能意外你的上堂就会变成对着个荧光幕了，这些都是意外的嘛。虽然我们想的这些意外跟我们一般想的可能是交通意外啊、山泥倾泻那些不同，但是对我们来说都是意料之外的嘛。我们不想啊，我们不喜欢啊，
我哋唔愿意接受，背后系咩原因啊？背后好简单，因为我哋总系想掌管一切，我哋总系想控制一切，我哋总系想好多嘢喺我哋手里边啊嘛。我哋由细都系咁学噶啦，系咪？细细个学啲咩噶？咪自己自主咯，俾只羹你自己不饭食，系咪？自己着衫。好细个开始，我哋学习就系自主嘅功课。我哋甚至以为呢个世界我哋都可以自主噶嘛，得噶啦，做好啲得噶啦，俾心机。细个我成日听嘅就系努力啦就得噶啦，系咪？俾心机读书，成绩唔好就俾心机，俾心机之后就好噶啦咁。俾心机都唔好咧，即系你唔够努力嘅啫。我哋永远喺呢个循环里面，就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尽力，并且嗰啲能够喺我哋身边嘅事情，我哋尽力就能够掌控噶啦。当我哋大啲发觉，其实唔系咯，系咪？系咪你尽力啲保养身体，你就唔会病啊？是不是你盡力一去維持你的健康狀況，你就不用死了？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很多東西不是我們想像，不是我們掌控，不是我們控制以外的，我們就叫做意外的事。我們很不想那些事在我們身上出現，甚至當我們進入信仰的時候，信仰都變成一個吹吉避凶的信仰。我們的祈禱都是這樣，上帝最好拿走那些東西。但这个祈祷不是错的，圣经都教我们，教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主祷文都有教。不过问题是，那个描述的背后不是我们想避开一些不好的事情，以致生命顺顺利利，而是我们看见上帝是会看顾，以致我们更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嘛。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我们回教会，我们理解信仰就是那个善，就是保佑我的善，上帝保佑我，上帝祝福我，上帝将那些衰的事情、空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拎走，将好的事情摆在我身上，上帝的祝福，这个就最好了。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不一定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经常说上帝会保守，他会看顾，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起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有这样的说话，他说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一个的另一个译本，原文新约的译本是这样讲的，他很得意的，原来原文几个字是很有趣，他说因为主的眼睛，他用眼睛这个字，眼睛义人，即是他的眼望着义人，主的耳仔，即是用听这个概念，主的耳仔是人的祈祷，主的面，即是上帝的眼目，上帝的临在，是針對行惡的人。原來上帝的看顧就不是只是、好像我們想將最好的給我們、將一些惡事拿走，有東西阻住你嗎，就掃走它，跟著令你平平安安地在你的生活，不是。上帝的看顧是上帝會看著那些願意去跟隨主的義人，他會聽我們向他的祈禱，他更要將他的眼目去他的面，他的面向对着那些行恶的人，即是说上帝揸住那个他的公义，他的律去对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就是看顾的核心真正的意义。回去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跟着四十一节，很有趣的，彼得就问主啊，这个比喻是为我们讲还是为众人讲的呢？我不知道你对使徒彼得有多少个认识，或者门徒你有多少个认识，不过你想象得到门徒是跟耶稣最久的，是吧？门徒是最认识耶稣的，应该都明白他的心意的。在这一刻彼得问了这个问题，喂，这个比喻是跟我们讲还是跟所有人讲的？样到底彼得关心着什么呢？为什么他会问这个，究竟这个比喻跟所有人讲还是跟门徒讲，分别在哪里？我今天向你教导的时候，你就会问我，牧师，今天你是不是只是跟我讲的，还是跟全香港讲的，还是跟连隔壁即是屋的朋友弟兄姊妹讲的？其实对你来讲可能没什么意义的，因为你听到是你的，你就回应咯。为什么彼得特别问耶稣这个比喻，这个故事是跟我讲还是跟所有人讲的呢？彼得关心着什么呢？或许他是自己以为自己我是门徒嘛，应该与众不同的，是不是？门徒应该特别的不同的，甚至门徒在上帝里面特别，耶稣特别爱的嘛，特别关心我们应该能够逃避那些要求，逃避那些期望的责任的，是不是？即是那些恶人才惩罚的嘛，我是上帝恩典里面，我是信耶稣的，我应该特别被上帝爱，所以上帝那些公义惩罚那些不关我事的，说给大家知道的。还是其实我们都是这样希望
上帝臨在我們的祝福和身邊的人與眾不同呢？我們有沒有期望因為我們就要有祝福，要求就在他人身上，是吧？因為我們特別一點嘛，上帝選我們的嘛，我們乖一點嘛，我們回了教會，我們信了耶穌的嘛，所以應該多些祝福，那些惡人就受那些惡人應該受的事情，這樣那些不關我事的。信徒有時都會期望有些特別的待遇，即是說的特別待遇不是你回來教會可以有什麼優惠，而那些特別待遇就是我覺得上帝會特別保守我的嘛，我乖，上帝特別疼我的嘛，這樣。或者反轉另一個角度，就是有些弟兄姊妹經常跟我說，牧師啊，唉，我都對信仰都越來越 不想參與投入，因為為什麼我越信耶穌呢，上帝好像對我特別嚴格的，為什麼上帝好像要求我特別多的，為什麼我越信耶穌之後還更多的要求期望的，這麼大壓力的。當我們以為我們信耶穌，我們回教會，我們認識信仰的人是得到上面特別的優惠，所以你可以放輕到你的要求期望的時候呢，可能我們不是真的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麼。上帝很愛我們每一個，是因為我們屬於祂，而且這個屬於祂讓我們有著不同的關係和身份。因為耶穌跟著就這樣說，路加福音十二章42-48節，耶穌說，邊個是忠心有見識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裏面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仆人這樣做，這個仆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個仆人若果心裏面想，我的主人必定會遲來，就動手打仆人和侍女，並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那個仆人的主人就要回來了，重重地處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卻不預備又不信他的意思行，那個仆人必多受責打。唯有那些不知道的，做了當受責打的事，就少受責打了，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水，多託誰就向誰多要。當彼得問這個問題，耶穌這些比喻，你說這個要仆人要警醒要等待主人回來的比喻，是對我們還是對所有人說的時候，耶穌沒有直接回答，耶穌沒有給一個我們叫做標準答案， Model Answer 沒有。如果你看聖經，你留意福音書裡面記載，耶穌通常人家問他都不答的，或者他答了另一些東西，因為有時上帝想我們去思考，更想我們去知道，其實有些事不是個答案重要，而是你思考的過程，你的追求更重要。在這裡耶穌再重新去講這個比喻，耶穌用了另一個描述去描述這個人，本來是一個仆人，一個看門者，這裡耶穌用另一個描述去講同一個事件，他說這個是忠心有見識的管家。原來很有趣，耶穌在這裡其實答了彼得這個問題，每一個都要警醒，因為每一個其實都是仆人，都是要預備隨時等待主人回來，好像我們隨時要等基督回來一樣。不過有些就只是仆人而已，沒有特別角色的，就在那裡等了。但是有些角色是上帝給了一個身份角色，有期望，那個叫管家，而他期望這個管家是忠心和有見識的。忠心有見識的管家和一個只是等待主人的仆人有很大的分別的，有很大的分別的，這個角色有很大的分別，更重要的這個關係都不同。當在主人身邊，這個是他信得過忠心有見識的管家，聖經裡面有很多的比喻，主人就會將他的托付托在這個管家的身上。所以當主人去指派、去要求、去給責任，亦都去期待，其實就是藉著這個的關係去將更大的恩典去施予，並且是這個管家能夠去蒙祝福的最好的機會。所以耶穌這裡除了再將這個描述變成這樣的關係，更說出幾個不同的狀態。一個狀態就是當你以為自己對，跟著你放縱你的行為，即是那些什麼呢，覺得沒那麼快回來的，這個主沒那麼快回來的，那怎麼辦，那我就繼續吃喝醉酒，甚至親手動手去打皮仆人和侍女，這個45節說的，那些人呢就必受刑罰。同樣地他再說，有些人知道
有个仆人是知道主人四十七节就不预备不顺从他的意思都要多受责罚，唯独那些不知道的呢，那他罪小一点，因为他不知道嘛，所以呢就少受刑罚。这里很有趣，明明是讲紧即是同一个故事，是不是？那为什么会突然间这里提到很多的惩罚，有不同的程度？其实就是讲紧主人的指派，其实背后是很想这个的管家能够按照他应该有的忠心和见识，以致他能够得到恩典和蒙福。同样地再讲，这个一个要求是一个责任，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更是我们降服在上帝的律当中一个好好的体会。所以因此去到这里，耶稣就讲出今天经课这段的描述，耶稣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实际的情况，就是这个世代有一些事实的，一切在上帝的律当中的事实是什么呢？十二章四十九到五十六节，我要将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是亦都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洗礼还未成就，我是怎样这么迫切啊？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同两个争，两个同三个争，父亲同儿子争，儿子同父亲争，母亲同女儿争，女儿同母亲争，婆婆同媳妇相争，媳妇同婆婆相争。耶稣又同众人讲话，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了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起了南风，就说了要燥热，也都有了。搞无为事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天气的天地的气息，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耶稣讲一个很实在很实在的事情，人懂得看云彩而知天色变，见南风而知要燥热。其实很多人我们知道很清楚，上帝透过大自然的启示让我们认识祂的律。如果大家记得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就是这么讲，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让我们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嘛。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已经让大地展现了祂那个的律，那个规律，祂那个状态，祂那个要求，那个期盼，我们去看就会知道。耶稣用这个比喻很简单讲，你一般你都懂的，你见到天变，哇，有个黑云，这几天我们是不是经常都狂风大雨，是不是前几天还要是黄雨，这样见到一个黑云，就是知道要下雨，是不是见到太阳，哇，就知道今天会很热了，你很清楚的，那些人不变的。但是圣经里面最后这里提，为什么这些人仍然是不知道分辨这个是什么时候，或者这样讲，为什么他们仍然是扮作不知道怎样分辨这个世代呢？耶稣很严厉地讲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弟兄姊妹，这个是事实来的，这个世代不再一样的了，这个世代不再一样的了。不用想得很远，就是想两三年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再一样。很多朋友经常跟我讲，问我牧师几时我们回到以前这样，甚至很多的教会的朋友，很多的牧者跟我聊天，经常说教会很多状况怎么可以回到以前一样啊。甚至上个礼拜我已经跟几位牧者聊天的时候，有牧者一路分享，教会很惨啊，很多弟兄姊妹已经离开了，经济很惨啊，现在很多限制啊。跟着另一位牧者就很满足地跟我说，哎，感恩啊，我教会没有少到人，也没有少到钱啊，这样。那我替那位艰苦的牧者，我就安慰他了。但我也都没办法不去指出那位觉得沾沾自喜不错的牧者，我都说，其实就是我们白占土地了两年咯。如果我们觉得不动没变已经是很满足的话，不是这个时候最更需要福音，这个时候更需要发展吗？这个世代不同了的了，我们没办法回头。不要说得那么复杂，不要说到社会状况、香港状况、疫情等等，你和我都明白的，人大了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没办法去分你年轻的时候那个的体力、那个的心力，是不是？以前可能坐在那里參加崇參加聚會幾個鐘都好精神嘅，而家可能坐喺度聽十五分鐘講道已經瞌眼瞓啦。會嘅人已經唔同咗啦，呢個世代都唔同咗，我哋冇辦法翻返去以前。你試下而家冇電，你會點生活咧？唔好講到冇電啦，冇手機、冇網絡，你點生活咧？唔同咗噶啦，翻唔到轉頭。呢個係耶穌好清晰講，世代越嚟越唔同。而呢個世代唔同，其實我哋知噶，我哋知呢個係咩世代？呢個咪就係越嚟越近耶穌翻嚟嘅世代。
这个不就是越来越近这个世界的终末，世界终结的世代？这个不就是越来越人越来越败坏越来越离开信仰的世代？是啊，我们经常都是扮不知道而已，我们扮没事发生过而已。正如圣经里面耶稣说，家人相争，地上没有和平，没有平安是必然的嘛。我们只是惊讶，哇，什么可以这样的咩？原来家庭相争那些可以登报启示脱离关系啊，这样的。可能我们有这样的疑惑而已，不过你知道其实家里面有不同原因令到家庭相争，常常都见的啦，使乜睇新闻啫？是不是？可能在我们家族里面都有，完全不是出奇的事，因为人是罪人，在这个罪的世界里面。所以当圣经里面讲耶稣说要将火丢在地上，又要讲到他来不是让人和平，是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是事实来的，这个是真相来的。这个世界需要一些的蜕变，需要一些的情况，以致真实地去面对这个末日的世界，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去做。耶稣讲将火丢在地上，火有时是解释为灾难灾祸，但如果火这个字在路加福音或者路加作者里面，你不要忘记路加福音的作者也同样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我之前都提过。而使徒行传就是正正讲紧教会的发展，圣灵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我要成日提是圣灵行传，而路加福音是圣灵行传前传，我们要预备去迎接圣灵，所以圣灵是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耶稣说要将火丢在地上，一方面讲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灾祸真的可能会出现，但是更重要是上帝的灵要来到当中，要去炼净，要去洗净这个世界的罪恶。所以上帝的火、上帝的灵、上帝的教会就要去来到人的当中。而耶稣要提到在这个的火临在之前有个条件，就是耶稣要受当受的洗。什么叫耶稣受当受的洗呢？就是讲耶稣要走上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耶稣要成为那个的代价，耶稣要走上。因为刚才一直讲一种很简单很重要的逻辑，就在上帝的律当中要领受福气，同样地领受恩典一样都要需要付上代价的，有期望的。而这个的代价，我们众人的罪就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成为最大的赎罪祭，所以因此我们才能够经历他的恩典和得救嘛。所以因此我们才能够去在这个洗净之后领受圣灵而得到净化和重生嘛。所以今天同样地在我们生命当中都要付上代价或者我们的责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没有因为要避重就轻或者讨好群众而讲一些好听的说话，是啊，没事的没事的，安慰了就算，不是啊。耶稣当他要完成他的使命，当他要离开要派圣灵降临之前，他要提醒门徒，我们要经历一个什么世代，我们是要经历一个很多难处、很多限制、很多混乱不平安的世代。耶稣来到说他不会带来平安，不是说他不是平安的上帝，而是那个平安不是我们想的那种和平啊。耶稣来会带来平安，不过他带来的不是地上的和平啊。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求世界和平，或者信徒的目的就是令到哇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美善。正如我一开始讲什么叫道人向善，我说其实有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经常想宗教道人向善，基督教就是带人去善的地方，其实不是、不是说我们做的事不好，不是说我们不美善，而是基督教的核心是道人向上帝。道人向上帝未必能够令你美善地生活的，或者这样说，道人向上帝未必能够令你过一种你觉得美善形态的生活的。我以为这样美善一些，我以为这样丰富一些，我以为没有压力是舒服一些，我以为最好不要打仗就最好，我以为这个世界最好就平平舒服服，家人没有斗争，所有东西好，跟着我就很顺利，又没有病痛，又长命百岁，这个叫最好。对不住，这个不是真正的美善，这个是人以为的美好。但是上帝的期望是我们要在生命里面去展现上帝的美善，去导人向上帝的面前去体会明白他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要怕人家不同的理解而将信仰去歪曲，或者是、我们用一个避重就轻的方法去表达我们的信仰，是没办法，我们不应该这么淡化信仰，就是这么实
咁实在，或者咁讲，信仰嘅要求就系咁实在。我哋唔好当睇唔到，人系好中意扮无知嘅。弟兄姊妹，面对终末嘅来临，面对耶稣基督就系翻嚟，我哋真系唔知几时。但系我哋唔可以充耳不闻，我哋唔可以当冇嘢噶。面对福音，我哋更加要勇敢面对，因为系要作出选择嘅。圣经里面同样提醒我哋一个好重要嘅信息：信仰嘅路咧，嗰条路系窄路嚟噶，嗰道门系窄门嚟嘅，要努力尽力先入到噶，唔系净系觉得好舒服。如果你信仰到你翻到教会，你认识信仰到今天，你仍然觉得信仰只系俾你舒舒服服嘅话咧，可能我哋真系要再一次反省。我唔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很惨地过生活，我都很开心，我都很多喜乐，但是最重要是你怎么看见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可能没办法改变这个环境，我们可能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那种的争斗，那种的不平安，那种的人与人之间因为罪的缘故很多的决裂，但我们可以努力去彰显上帝的恩典。记住，虽然路是窄，门是窄，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因为主的爱是无限那么大的爱，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钉身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一起努力，一起给心机，我们一起努力向前，一起努力挣扎，一起努力去尽力去回应今天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更看见恩典，尽力向前，让人看见我们是看见上帝的荣美，生命的精彩，以致有勇气力量继续向前。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你祷告。是啊，有时很多我们不明白，有时我们扮不明白，有时我们没有力量，但有时我们真的很想放弃。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真的愿意努力，成为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让我们明白体会基督你真正的心肠，让我们将我们的价值观放低，而真的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更多打开你的话语，得到你的启示，去明白你更多。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好的做见证，让人看见虽然是难有限制，但仍然可以活出盼望、喜乐和爱。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同时分享你的恩典。让我们跌跌碰碰，但仍然不致失脚，继续挣扎向前。让我们能够扶持身边有需要的人，以致我们一起去走这条窄路，进入这个窄门，得到你的奖赏。我都期望有一天去到你面前，得到你亲自的赞赏。我们忠心良善服侍你到底，继续为着我们所面向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去祷告，帮助我们，给我们真的勇气。尽管见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不是我们想象的事，但我们知道一切你的心意在你的手当中，我们就不惧怕，并且我们要深信你终极要成为人的拯救，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向前走。愿主赐福恩待我们每一个，让我们今天听的成为我们的反省，更成为我们的激励。祷告、祈求和感恩，是奉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